此刻新预约的家，我是 Lemon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啊！昨天甄妮打 BLG 这场比赛啊，看完后我是真的服气啊，甄妮打得太出色了，尤其是超威啊，简直吓人。另外今天就是 T1 和 G2 的比赛了啊，以 T1 上个 BO5 那种状态， G2 胜算不要太大， T1 压根没得打，反正情况就是如此了啊。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昨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超威尤恩秒杀左手，连续留人，下手太狠了。在甄妮对战 BLG 的第二场中，21分钟，甄妮开动大龙 BLG 过来看，结果超威就抓住了龙坑上面落单的左手，直接一闪 Q3 接大招，莱汉斯也闪现跟攻，左手瞬间被秒，左手倒了之后，莱汉斯泰坦选择绕后， BLG 四个人还在这里观望，结果就被包住了。莱汉斯大招锁头 Elk， 后面超威尤恩 Q3 又吹起了两个人， Elk 虽然交闪跑了，但是就走不掉了，剩下一个薰衣自然也被卖掉了。这波团战超威风吹的太完美了。要想回上铁，但是奈特很危险，奈特没闪的，这里被逮到了，感觉被秒了。发条临死前卷了个大招，但是随后永恩的二段E回去，可以跟队友继续续这波大龙。贾克斯赶到战场，但正面标志已经是4v5的状态，薰衣的位置已经被找到了。塞纳开了一个E技能，先放弃了大龙，想去打正面，想去打正面。阿斌原地开大，想瞄准磊恨子，先一巴掌敲死磊恨子。艾尔克往后滑，但艾尔克状态已经不太好了。薰衣必须承担一波节奏，这波薰衣一旦落难，那大龙也将拱手相让。阿斌奎桑提 1v4 秒 AD， 他真的太尽力了。在 BLG 对战甄妮的第四场中，22分钟，甄妮打小龙，血量不健康的 BLG 还想过来抢，结果 King 的卡牌飞到红 buff 处，把 BLG 四个人卡住了。此时河道的阿斌赶紧开疾跑支援过来， W 顶两个 Q3 锤回交铲的佩子，然后大招带过墙落地，一套技能就把佩子给秒杀了，成功打退了甄妮的攻势。这波阿斌奎桑提真的太敢操作了。标志的位置，而且位没大招啊，感觉这得给吧，过来了、King 绕到这张火没有盯奈特了，刁钻的位置奈特要被盯到了，奈特现在是非常危险，往后交一波闪现一丝线成功的拉开，但是旁边上野两个人想去上去，阿斌一个人挑四个，阿斌他像一个战神，他像一个战神，他死一个屁路先锋杀掉卢翔，卡牌反水成黄牌顶住打野熏，他现在成功了第二个没有激活的目标，阿斌杀是杀红了眼，他甚至还想追这两个残血的人。甄妮恐怖3打5 ，BLG 一大三吃，团战崩溃。在甄妮对战 BLG 的第三场中，21分钟 ，BLG 趁着甄妮少人果断开龙，但是甄妮双 C 都在，所以也不虚。超威找准机会 QQR 砸中了熏，这时昂选择吃了熏，完事吐出来的时间刚好大了自家三个人，昂先行倒地。熏虽然逞下了大龙，但是自己也得交代在这，剩下三人想跑，甄妮哪能这么容易放过？果断展开追击，最终 BLG 双 C 全倒，只剩阿斌一人逃生。这波甄妮3打5杀四个，有点离谱了。往后交一波闪现，土扎兵还在不停的去扛，这个时候目前1.49的血量怎么超越放了一个大招，超越放了一个大招，他目前吃到一个皎月，阿木是被 boss 了，但是龙皎月熏稳稳将其拿下，这波标记必须赶紧把这几个人给做撤退，但是另外一边JD肯定不让你跑，一花石已经砍下了一波 double kill， 甚至泰坦一勾还想去断阿兵的后路，阿兵可能要被阻隔住了，磊恨子在等下一个钩子，奈特要被留下来了，卡莉萨一个发梦先收掉了小炮，土扎 Elk 也要被泰坦一个被动给定住，最后只剩阿兵保留了这个龙种。甄妮五人完美发挥，团战打得赏心悦目。在甄妮对战 BLG 的第四场中，17分钟落后的甄妮开动小龙 ，BLG 过来骚扰。此时佩德卢先先手大招扫掉艾尔克半管血，然后凯尼尔被上野激活，超威赶紧炸药包救命，凯尼尔残血拉开了。同时 King 和莱汉斯两人配合也拦住了侧翼三人，一番交手，甄妮血量占优。随后双方打野抢龙三叔 Q 成太稳了，而熏放完大人就没了。这时左手大招虽然中了超威，但是已经没什么用了。后面 King 的卡牌开始追击 ，BLG 便开始败退。这波打完，甄妮就掌握了比赛的局势，而且已经被看到了。大头的树儿子已经看到了他，想去找开酿，兵已经盯上开酿了，开酿第一时间要秒他，大招给开酿，有机会。瓦基的辅助想去保护一下开酿，同时亮他大招效果非常不错，收割了三个人，突出自己的辅助，突出位置并不是很好，要被 K 一顿乱点。双方阵势拉开，大树已经把这个龙给拿下来了，同时位已经陷入敌阵，要被给带走。卢先拿到了这个上当，这是 JD 的一波追击之势，已经有点顶不太住了，卢先又是滑不向前，但是自己又是 K 一波黄牌闪现过来，先一波定住了辅助，辅助给自己救不回来，卡牌拿到人头。超威飞机超快控制抵消熏，惨遭秒杀。在甄妮对战 BLG 的第四场中，38分钟，甄妮率先开龙，熏在一旁蓄拳出击，然而超威反应太快了，一个炸药包完美化解锁头大招， King 黄牌晕住，熏瞬间融化了，左手飞进来也只恐惧了一个卡牌， BLG 技能放的差不多后，超威直接盯上左手 W 接闪现打出左手金身，这个位置金身也是等死啊，杀掉左手后，超威又上演了顶级 POK， 这导弹就准的离谱，直接把 BLG 轰得难以招架，大败而归。这就是如今的超威啊，太恐怖了。打
大龙速度确实还不错的，阿斌又是先攒了一道风，阿斌进去直接去索尼的飞机，但是瓦基里辅助瞬间拉开，巡地之前可能要被秒了，要看后续一个四维五了，佩斯在龙坑里面有没有机会配合大龙杀了他，大龙还在不停的输出，但路线已经滑墙上去了，奈特开了一手金身，两个人在等他，超飞和黑两个在那线要杀了奈特了，及时救奈特恐怕也救不回来，奈特倒了，阿斌在龙坑里面想去前期的后排先杀死一手娜美，但是毕竟 C 位红子方还在存活，阿斌可能要陷入一 v 三的窘境了，旁边队友赶紧给他一些支持，艾尔克滑上来配合队友先吃几个果子，阿斌现在暂时有点顶不住了，可以在后面对他一顿疯狂的输出，佩子也已经来到了战场，卡牌一张黄牌顶在脑袋上，恐怕下一个火炮的黄牌就要带人走了，哦，已经先顶不住了，艾尔克也走不掉，被掉出了第一条命，阿斌残血逃开，但是对于战绩来讲将是大龙的节奏，但这波已经打得很漂亮了，阿斌站出来了，阿斌打得漂亮了，非常来讲留人被他找到了，哇，这个瓦尔基里辅助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客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